等一下我要考公式。我也要。来，我们来看第六题。第六名字我怎么会？就默写出来。默写那死出来。对。I L E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哦。这一题有没有看到底数都一样？底数一样，相减就是相什么？相除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件事情要先注意，你要把这个三丢上来，写在这边哦。log 二的，来十五开三方，是不是十五的三分之一？可是这边我把三丢上来了，三丢上来了就会在这里，次方就变三了，可不可以？然后再减掉 log 二的三的两百 ，OK。好，然后看一下这边，就是相减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消掉，相减是不是就是相除？所以是不是 log 二的十五去除以三分之两百，所以就等于乘以两百分之三。所以这个可以消掉，用五去消的话，这也是三；五去消的话，这也是四十，可以吗？所以就等于 log 二的四十分之九。可是什么是四十分之九？没有这个东西，所以你又要再重新把它拆开成二的九方减掉二的四十方，然后相除就是相减嘛，对不对？减掉二的四十方，然后本身二的四十方是不是又可以拆成二的八方？这一题比较棘车，这个又可以拆成二的八方去加上二的四十，不是拆成八乘以五，相乘就是相加，所以拆成二的八方乘以二的五方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一个个换哦。这边是三的平方，九是三的平方，把这个平方丢到前面去，所以会变二 log 二三。OK， 减掉二的八方是不是二？八是不是二的三方？三丢到前面去，所以是 log 二二，可以哈。再来减掉什么 ？log 二五 ，log 二二是一，所以答案是不是就是负三加上二 log 二三减掉 log 二五？有没有问题？所以在这里的 A、B、C 就是分别是负三，然后这里是二。然后这里是负一，所以负三加二减一就是负二，可不可以？第六题，好，第六题如果没问题的话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些，这八题。这八题应该是非常工程浩大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一题。先把，现在你们抄的时候把上面这里涂掉。你可以接着写一下。那通常写 log 这边的题目啊，很就是之前学生都会问我说，为什么你知道就是要这样子换？基本上就是脱离不了几个观念啦，就是你要先去观察数字，那你会尽量把底数跟真数换成一样的，连同指数那边运算的时候也是，你没有换成一样的，你有时候就很难找出规律，所以一定要先去观察数字，不要不观察，观察数字通常。你就比较知道说解题的方向是怎样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第一题，有没有先去观察一下彼此之间的数字，你就会发现这个都是二，底数跟真数都是二的次方，这个都是五的次方，这个都是三的次方。好，所以你就已经知道说左手怎么左手了。那就来看一下哦，十六分之一是不是二的负四方？二分之一是不是二的负一方？对不对？所以你把负四跟一啊，等一下再丢好了。我们接着看一下第二个，第二个
二十五分之一是不是五的负二方？五分之一是不是五的负一方？对吧？把它写好。再来 log 二十七分之一是不是三的负三？三分之一是不是三的负一？对吧？所以把这些丢到前面去，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四分之一？因为负负得正 ，log 二二就不写 ，log 二就是一。再来把负二分之一、负二跟一丢到前面去，是不是就是二分之一 ？log 五五是不是也是一？好，再来把负三跟负一丢到前面去，是不是就是三分之一 ？log 三三就是一。所以最后呢，就是四分之一加二分之一。加三分之一，所以答案是十二分之十三。第一题，好，再来第二题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二题呢，如果你们第一题写好了，先观察第二题的题目，有没有发现了什么事情？有没有发现它的底数都是多少？底数是不是都是二？对不对？所以把那个底数都是二圈起来，因为你就可以直接使用底数一样相减，就是相除，真数相除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就是那九个还是十个公式？好，那我们就先往这个方向来整理，就是这边前面有四，记得都要把它丢回去。所以我们先来处理丢回去的结果，因为我先观察到这个底数都是二，所以只要把真数整理的漂亮，相减就是相除，相加就是相乘，好吗？所以四如果丢回来，这里会是根号二的四方，丢回来就是真数的指数，所以这边的话是不是就是根号二是不是二的二分之一？在几方？在四方，所以是二分之一，可以吗？然后这里负二，这里你把二分之一丢上来。这个二分之一丢上来就会变成是 log 二的三的二分之一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来这边没有什么好丢的，但是呢，麻烦你把它弄得漂亮一点，有没有办法？这里根号三二，好，没有，就这已经是最化解的，就是二分之根号三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下。这边二分之一乘以四是不是消掉就是二？二的二方是不是就是四？所以既然大家底数都是二，一开始这边是四，相减就是相除，所以是除以二分之一，除以三的二分之一。三的二分之一是不是根号三？根号三。然后这边是不是加？所以是乘以二分之一。根号三，所以在算的时候是不是就是 log 二四乘以根号三分之一，再乘以二分之根号三，所以这里消掉，所以二乘以二分四乘以二分四跟二可以消掉，所以 log 二二就是一，这题的答案就是一，没问题。